我知道我一定能做到。周周因为担心张扬，考试那天提前交卷，结果成绩不太理想，被发配到奶奶家静心学习去了。张扬怕周静芒知道他发烧的事担心，考试那天张扬特意从医院跑到学校去找他，结果没找到。我知道人生有八九都不如意，只有那一两分的欢喜才是我们日复一日的意义。谢谢你惊艳了我的时光，不论山高水远都愿意为我而来。你几岁啊？吃东西还要带围嘴吗？还不是因为你跟我抢西瓜吃。我今天帮你干了那么多活，让你提前收工，吃块西瓜很合理吧？你先别扯开话题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期末考试成绩下滑，被发配到了奶奶家，我就想过来看看你有多惨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够惨的，都快晒成炭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有注意防晒的，应该还好吧？你怎么什么都信啊，喷子！你别看我。周静芒，我们有一个多月没见了吧？准确的来说是43天22个小时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？我从你去医院的那天。如果那天你没有提前交卷，这个时间就会是41天22个小时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走了。这就走了？你要不要留下来吃个晚饭？我奶奶做饭很好吃的。今天太晚了，我本来也没打算留多久，就是来踩个点，明天吧。嗯，明天。哎，静芒啊，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我想早点起，早点去干活。你这孩子，不过早去早回也好。嗯，听电视上说啊，奥运会有那个一个人往水里掉的比赛。一个人往水里掉啊？跳水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是叫这个。哎，中国队叫梦之队，会特别好看。对，就是跳水。那您等我回来一起看。哎呦，哎。你还没吃早饭呢。劳动最重要，走啊。这孩子倒挺爱国，一听说中国队要拿冠军就这么开心呢。哎，这几天都没这么高兴了。阿珍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我们怎么来了。周周，云回，你也来了。张扬去找阿珍，说是要组织一次体验生活的活动，让他把大家都叫上。没想到一辆大巴车把我们带到这儿了。对，这是一次赤裸裸的诱拐。这才不是诱拐呢，你们来这儿不也是体验生活吗？而且还费用全免，你们这是占了大便宜了。瞧你这副胳膊肘往外拐的样子，见色忘友。那这位体验生活管理员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不太会用。那我一会儿教你们。不过你们这身衣服好像都不太合适。有了，跟我走吧。什么衣服啊？要去换跟你身上这件一样的吗？
这样的，这一头朝下，然后这样挖。哦，你们也可以试试。没看出来啊，学霸干活也这么厉害。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赶紧干活，这么热的天早点回去吃西瓜。还有西瓜，这个好，我们赶紧干。周周，我要跟你说个秘密。巧了，我也要说一个。你那个我知道，我这个可是新的。那好，那我先说好了。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什么秘密啊？考试前一天，张扬发烧，是半夜了，你没有手机，我就没敢往你家里打电话。后来张扬知道了，怕第二天你着急影响考试，就从医院溜出去到学校找你了。啊，真的吗？你先别急啊，我这个秘密也是关于张扬的。我不是跟庄杰说你回渔村奶奶家了吗？张扬知道以后就跑了过来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你奶奶家的具体位置，没想到他挨家挨户的问，硬是把你给找着了。哎，阿姨你好，请问一下周锦芒家怎么走了？不知道啊。我以为这是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情节，所以张扬还是很看重我们周周。这个朋友的嘛，奶奶，哎，快洗洗手，过来看打枪。哎呀，紧张死我了。奶奶好，奶奶好。哎呀。好好好好，哎呀，锦芒啊，这都是谁呀？啊，这都是我同学来看我的，今天还帮我干了很多活呢。哎呦，奶奶不好意思，没打招呼就来了。哎呦，不碍事不碍事，奶奶就喜欢热闹，我看见你们呢，是真高兴啊。哎呦，这小姑娘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？来来来，奶奶给你们切西瓜。奶奶啊，你怎么只请漂亮小姑娘吃西瓜？都有都有啊！来来来，你们赶快把衣服换了。锦芒啊，你快去切西瓜，我呀就不看打枪了，我去给你们烧饭去啊。奶奶，我们帮您。不用，你们也不会。奶奶，您别小瞧了我们，等会儿我们一起给您露一手。好啊，你们在这儿帮奶奶播报打枪战况。我们去后厨帮忙。得嘞，好好好，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走吧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们不开心呢？刚才还热热闹闹的，这会儿怎么了？这么安静啊？奶奶，不是不开心，是特别开心。你的菜太好吃了，多说一句话就要少吃一口呢。嗯，好吃。奶奶，你看，这就是多说一句话的后果。你们怎么吃这么快啊？这就是多说一句话的后果。哎，别吵吵，别吵吵。那个掉水里的比赛呀，中国队的评分要出来了。哇，好紧张啊！哎呀，你别吵，安静点。夹了你的鸡翅吧，哎，还你一个，还你一个，我的也给你，我也给你一个，我是因为大家太棒了，夺冠了，我太激动了，哎呀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我想。这大概就是友情最好的样子，欢喜时有人陪，
无助时有人帮，落泪时有人知，不会故意为难对方，不会因为时间的阻隔而冲淡。毕竟我们要用所有的时间来经营美好。我不想看事业运，我想看桃花运。哎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本月最适合表白的星座。哎呀，没有你和我，但是有周周。哎，周周，看来这个月你很适合表白嘛。什么表白？表白你也不懂啊？你别闹了，我还是学生呢。所以呢？所以不会有什么表白，不会做这种事。那张扬呢？我跟他只是普通同学。你敢说你对他一点特别的感觉都没有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就是死鸭子嘴硬。你才死鸭子呢，我就是没有。好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没有谁信。嗯，阿珍，阿珍，一会儿别睡了，醒醒了，天凉了，再睡就感冒了。哎，张扬呢？怎么了？他好像先走了。上次走了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你了。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我好不好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不过就是普通同学罢了。你敢说你对他一点特别的感觉都没有？我们只是普通同学。难道上次的话被他听到了吗？对，我们就是普通同学。那没什么事了吧？没事我就去上课了。跟着我干嘛？啊，我没干嘛呀，我要去教室。这不是你的教室，这是理科班。你要去上化学课还是物理课？你选了理科，我们不是说好的要在一起的吗？反悔了。咱们年级有两个文科班，咱们班还有七班，但咱们班留的挺多的。班主任呢还是施老师，小马老师和周老师也不变。真好，大家都还在。周周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
对了，阿珍怎么还没来啊？她说晚上过来，到时候宿舍见。嗯。周周，你真的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不会有事的，因为以后我都会在他身边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上学啊，这里有我的班级，还有我的同桌。这得老师分吧？反正现在还没分呢，能跟你多待一会儿，何乐不为呢？那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哎，你的包。哎，我来吧，以后这种重活我来。嗯，张扬，你来了。以后都是同学了。张扬，你不是在理科班吗？张扬要是在理科班，不就错过了你和同桌团结友爱的一幕了，是吧？没想到你跟张扬还是这样啊，不过一想到张扬还是这么讨厌，我就放心了。不用擦我的，我只是有洁癖，不喜欢桌子周围是脏的。你放心，我选文科班不是因为你，做你同桌呢也只是图个清静。你都跟我说那么清楚了，我不会纠缠你的。我的高中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所以麻烦您擦一下桌子，谢谢。周周，别坐了。一会儿阿珍就回来了，还说给咱们带了好吃的。这才刚开学，不用那么紧张。高二比高一难了好多，我怕我不预习，到时候跟不上，哪有空闲的时间休息？还是等阿珍回来再说吧。这才刚开学，你把自己安排的也太满了吧？这样也好，一心只想着学习，就没有心思再去想其他的了。呀，来来来来，快来帮忙拿一下啊！我拿不动了。哎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吃的呀？能不多吗？我跑了好几个地方，买了一整天。你这是要囤够一整个学期的零食吗？不是给我买的，是给你们买的。来看看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给我们买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转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别闹，真的，我要转学去学护理。嗯，为什么呀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其实上次我生病了，就想跟你们说的，只是快期末了，大家都很忙，我就先跟庄杰说了。他一开始听到也不是很理解，我就觉得你们两个可能也差不多，索性就先把事办妥了再告诉你们。这学上的好好的，干嘛要去学护士啊？上次我生病的时候看到护士们的工作，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很崇高。当初我爸妈和庄杰都不同意，这要换以前我早就放弃了。但这次不一样，我发现自己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特别坚定。是那种不管谁反对都要试一试的感觉吗？对，我爸妈也说第一次在我身上看到执着，所以就同意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很想当那种受人欢迎、浑身发光的人。也许我当了护士，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了呀。阿珍，我爸妈都在医院工作，当护士真的很辛苦。你确定想好了？嗯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试试。如果自己努力了没成功，那也不会有遗憾嘛。今天是我陪你们最后的宿舍之夜，手续已经办好了，下周就入学。
这么快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最讨厌你这副生离死别的样子了。虽然我们这离护理学院有点距离，但是有直达的公交啊，我会常来看你们的。那我们说好了，就算交了新朋友，也不能忘了我们。不会，永远不会。先拿着，来，干杯！敬海城 SHE， 永远的 SHE。干杯！干杯。是那种，不管谁反对，都要试一试的感觉吗？对。不管怎样，我都要试试。行星及其卫星、小行星、彗星和流星体和行星际物质构成的天气系统。太阳系是由太阳系及其卫星、小行星。太阳系是由太阳、行星及其卫星、小行星、彗星和流星体和行星际物质构成的天气系统。周静萌，你到底在干嘛呀？这是下楼梯弄不好会出事儿的，你学傻了是不是？干嘛？装傻我就不骂你啊。你哭什么呀？是不是我骂狠了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不是真的想骂你的，主要是你这也不能往傻里学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哎呦呦，快别哭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你了呢。你，我怎么了？你不要我这个朋友了。对呀。现在食堂给的红烧肉分量越来越少了，你走了之后我都懒得抢了。你在卫校那边怎么样？我可听说你们那边有很多漂亮女孩啊。哎，我先挂了，来人了，拜拜。看着我干嘛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庄姐，你说我要是想赔礼道歉的话，要怎么办呀？怎么，又跟周静芒有关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只有遇到跟周静芒有关的问题，才会这种表情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们女生最爱看的东西，里边有星座分析，还有一些礼物推荐，你随便买一个给她就好了。来，我才不看这个，娘死了！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允许你研究女生就不允许我研究啊？不看拉倒，我还没看完呢。不过你要是不想看，我还有一招。什么？过来，你就观察她呗，她走到哪儿你就观察到哪儿，看她喜欢什么你就买下来。不过你别一激动，把她摸过的东西都买下来就行。你当我傻呀你？你以为呢？滚！起立。我就是来告诉一下大家期中考试成绩的，大家这次呢考得非常不错。我现在来给大家宣布一下这次的成绩。凌晨，继续保持。谢谢老师。庄杰。凌晨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总分650，这次全年级第一又是你了吧？
李晶晶、周静萌。周静萌同学呢，这次是进步最大的，总分658分，是咱们全年级第一名。哇，挺帅的。大家鼓励一下。太厉害了！光淼，哎，这么巧。这个给你，书送我的。你考了第一，为班级争光。小芒果，还好找到你了，张扬也在啊。这个是运动会的报名表，明天就要交了。我就想问问你要不要参加，我觉得你特别适合4×100米的男女接力。我也报名了。我恐怕不行，我跑步很慢的。接力赛没关系。有我在，现在咱们班报名的人不多，我不是体委吗？你就当支持我工作，怎么样？他不愿意你就别勉强。他又没说不愿意，对吧，小芒果？我说了不让你这么叫他。还是那句话，他又没说不愿意被我这么叫。你告诉他，你不愿意被这么叫，也不愿意去参加什么跑步比赛。我确实不愿意被这么叫，也确实不想参加这个比赛。看到了吗？可是，如果你要不参加的话，就更没人参加了。你忍心看着咱们班空巷吗？那，你要是愿意去就去吧。报名吗？不报。你们两个，我谁都不想理。你们干嘛都看着我呀？你看看就知道了。200米，你干嘛给我报200米啊？我不是说了不参加了吗？不是我给你报的。那是谁啊？不是谁报名都要经过你这个体委的吗？昨天谁跟咱俩较劲就是谁报的。你说是张扬，他干嘛要整我呀？是整我们，昨天200米显示是他报的，今天本子上的名字却是我。太过分了，你先等一下。你干嘛要整我和李宇翔啊？我没有啊。那这200米是什么情况？你那么想为班级争光，不如跑个最厉害的。为了能让你和李宇翔一起争光，我还特意退出了200米，我这是帮你们。你，那好，那我就和李宇翔一起训练，一起跑。这是他们女生最爱看的东西，里面有星座分析，还有一些礼物推荐，你随便买一个送给她就好了。我终是遇到了这么一个人，他打破了我的原则，改变了我的习惯，成为了我的例外，让我想把这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他。
帅哥，你怎么来这么晚啊？我跟你说，来这么晚是要被罚唱歌的。来，拿着。来啊。那。就这首吧。隐形的翅膀。不不，我还是不唱了吧。好，那我认罚。我只是给你创造机会，人家都同意了。不是，我要唱了就没机会了。好，周静萌，别扭扭捏捏的，你看人家律所帅哥多大方呀。对呀，哎，开始了，赶紧赶紧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。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，带我飞，给我希望。我想对你说一句话，周静萌，这是工作场合。可如果不在这儿的话，你更不会听了。虽然我们没有完成小时候的梦想，可这些努力是实实在在的。你说我变得不一样了，那是因为我的努力没有辜负我。虽然不是别人眼中的优秀，但我确实变成了比以前更好的自己。所以你不要想以前，看看现在的我。如果我可以变得更好，你当然更可以。这五年里，我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我也没有放弃。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，在这里面是我这几年的经历。你可以的，我等你。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对不起。忙我的生命。